爱的路。他是苍蝇，你知道？你犹豫啊？他不爱你。完了，二十秒。倒数了吗？倒数了
吗？15,000,000。好。来，我们第三关叫做爱要剪出来，再来一次，爱要剪出来，剪全部人一起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爱要剪出来。很好，第一个要剪出三个我们家子族的优点，然后第二个是要剪出两个娶她的理由，然后第三个要剪出三个对子族说的话。优点。温暖的，然后火辣真诚，这是第一个可以，优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花莲美丽女人，行。娶她的理由？娶她的理由？娶她理由，因为她是台湾最美的女人。这样算吧，这样算吧。算。第二个理由。第二个就没有理由，没理由的。好，没理由的。好，你三个。想对子嗣说的话，替孩子投资，高校创业未来。好，可以，还有两个。不能把子为花莲创造各种第一。哎呀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因为我想要给子嗣一个理想中的家。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你们五位，大家下喝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行。喝完你才可以上，因为你超过五分钟了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开始，加油！幸福之钥。限时60秒，每个人抽一个辅助工具，将钥匙取出。好了，可以拿了。哎，太好了！怎么选的？加减。这汤是有点眼熟。还有，最后是酒吗？一样。应该是这个。4、3、2、1，决定。快点！什么？好，现在要死。你看这个，确定啊？确定啊？好，60秒，我要开始计时。60秒，我们开啊。准备，开始。欺负你，会相信你。别人欺负你，我会第一时间帮你。你不开心，我会哄你开心。
永远都会觉得你是最漂亮的，梦里也要见到你，我的心里面只有你。老婆听到吗？有飞机听不到。完了，我们要再一次。再一次喽。我黄志豪从现在开始只疼你一人，会宠你不会骗你，答应你的每一件事我都会做到，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，不会欺负你，会相信你，别人欺负你我会第一时间出来帮你，你不开心我会哄你开心，永远都会觉得你是最漂亮的，梦里也要见到你，我的心里面只有你。老婆听到吗？有。好好爸妈，谢谢你们，就是照顾子竹，就是这么多年。那今天我们要结婚了，那以后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他，珍惜他。哎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志豪，希望你好好疼爱我这个最小的女儿。虽然两个姐姐也早就结婚了，那现在这个，我也是很舍不得。真的希望你好好疼爱她，谢谢你。是啊，麻烦你照顾，好好的照顾我的女儿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把我养到那么大。之后我会跟志豪好好孝顺你们的，谢谢你们。
miss that sexy smile. Looking for to see you, I hope I will lose control. Love you every night, no checking the time, cause I was loving you.恭喜一下，好，来，请。
自己回头哈。那其他的四位。右手准备好了，准备来了。右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左手来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来。第一排，第二排，第三排，第四排，来转回来。来，牵手关。